汤是幸福之本，快乐之源，也是事业成功的坚实基础。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节奏的加快和面临各种复杂的挑战，不少人的身体往往处于亚健康状态。因此，怎样获得身心健康，通过什么手段获得健康，已成为一个时尚的话题，也是医学界在不断探索的课题。当今按摩保健正以其简单、经济、有效、无副作用等特点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。随着十一级保健按摩 VCD 光盘的出版发行，受到了广大保健按摩爱好者的好评，纷纷要求再补充出版新式彩敲技法、双飞保健按摩、实用洗浴服务技法、保健按摩练功术等常用保健按摩技法。于是人权携弟子重新拍摄了实用保健按摩技法培训系列续集，供大家参考学习应用。本篇重点介绍各种手法的操作要领。保健按摩手法的总体要求是有力、持久、均匀、柔和、渗透和熟练。只有经过勤学苦练的人才能够真正领会到其中的奥妙，只有对于多种保健按摩手法领会贯通，做到身心结合、刚柔并济，才能够最终做到得心应手、随心所欲、得意忘形。各种保健按摩的主要作用有：一、松解粘连。保健按摩手法具有拨、揉、拿等手法，可使粘连的肌筋剥离开。二、解除疲劳。保健按摩手法具有改善肌肉血液循环、促进肌酸等代谢产物的排出。三、放松肌肉。保健按摩手法具有促进肌肉血液循环、降低肌肉内部能引起肌肉紧张的代谢产物的溶度。四、华丽关节。保健按摩手法主动增加关节的活动，能使关节更加灵活。五、调畅情志。保健按摩手法轻柔和缓，特别注重四肢血液的回流，能增强受术者的心肾功能，从而增加生活情趣。六、行气活血。保健按摩手法细腻，几乎将人体全部按压操作保健一遍，确实能够调节人体气血的运行。七、舒筋活络。保健按摩手法能使肌腱伸展，肌肉被动运动，术后肢体灵活畅快。八、治疗疾病。保健按摩能够治疗多种疾病，起到较好的作用。采耳。耳廓外形一个倒置的胎耳，以及一个完整的全息胚。少儿耳道较平，故易患中耳炎。耳道内皮肤较为娇气，神经特别敏感，故采耳时要格外轻柔，避免划伤，造成疼痛和不适。现代人耳道一般较近，所以采耳不再是单纯的掏耳屎，而演变成一种起按摩作用的高级享受，广泛在各个宾馆及洗浴保健中心使用。采耳技法：起子。捏子。耳耙。鹅毛刷。准备。刮刀。
客人仰面坐卧在有靠背的沙发上，头部歪向一侧，调好灯光，一手拇食指捏住耳轮，中指及无名指推压在耳屏处，暴露耳道。如有耳钉，需用滴耳油软化数分钟。先用刮刀刮掉耳廊周围多余的耳毛及粘附物，并刮在内外耳廊，起到按摩作用，力度要清新连贯流畅。再用镊子捏出大块耳屎，用起子刮划耳道，清理粘附耳屎。用耳耙拔去小块耳屎，并压耳道及耳廊，用鹅毛刷清扫耳道，最后简单捏拿搓揉耳朵。
搓澡。搓澡是一种专门用力清洗人体代谢废物和死亡上皮细胞的方法。圣经中讲到，人是上帝用泥捏制的，人实际上就是泥土的化身，所以人经过不断的出汗，身体表面必然会残存一定量的非体表物质，这些物质存在于人的体表，最容易引起细菌的生长，造成局部感染，阻塞人体皮肤的正常呼吸。所以一般经过搓澡后都有一种轻快呼吸顺畅之感觉。包毛巾程序，包毛巾要牢固不松动，可根据不同的位置采用不同的包裹方法。在包裹时可以将自己的手掌收拢起来，包裹完毕后再用力张开。面部程序，头面部搓的力度要稍微的轻柔一些，重点搓以下额头和耳后。胸部程序，胸部搓法要注意力度适中，横向和纵向相结合，重力和轻力相结合。臂部程序，手部搓澡重点搓一下手背和指缝，肘部和肩部也是搓的重点，但是肩部部位要注意力度适中。
胸腹部程序。搓澡法具有通经活络、活血止痛、调和气血、梳理肌肤、驱风散寒、开胸顺气等作用。下肢及足部，下肢的搓法要稍微得用一点力，搓的时候可以从足部向上搓，注意膝关节和大腿外面重点部位。腰背部程序，腰背部是重点搓的部位，也是最容易储藏灰尘的地方，特别是两胁肋部，搓的方法需向两边用力。
回步程序。拉颈肩部，放松肌肉，缓解颈椎肌肉紧张，解除肩部疲劳。按压背部腧穴，调节脏腑经络，调节五脏功能，提高免疫力。拍背程序，拍背可以减轻人体的疲劳，所以许多人在洗浴后都有拍背的要求。在拍背时要注意拍的手型和力度，左右开弓，多种手法结合，追求节奏感，可快可慢，就像鼓点一样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敲腿程序，
拍背程序，多种手法相结合，追求节奏感，可快可慢，就像古典一样。敲腿程序，认为敲腿是一种震道的广泛运用，类似于震运式按摩，只不过敲腿主要针对于客人的下肢和足部。好的敲腿师傅能够在敲腿中诊断疾病，治疗疾病。一般经过30分钟的敲腿治疗，都有一种走路轻飘的感觉。敲腿手法多用叩击类手法，注重节奏。敲腿的体位可以抱着坐位，也可以坐在一边叩击，重点叩击小腿部位，特别是足三里、阳陵泉、丰隆、光明等穴位。对于足部和大腿部位，也可以采用叩击手法。
修脚。修脚术与足病治疗源远流长，历史悠久。相传商代周文王患甲病，曾让一个叫野公的人用方扁铲将其治愈。古代常见的足部保健方法，如足心印长搓以及热水洗足保健法，流传至今。修脚术设备十分简单，愈足后足部角质光滑，只用几把刀子和简单的药品，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除患者的痛苦。片刀、荡刀、青刀、青刀条刀。针刀、刮刀、刮拭、修脚程序。修脚时一般先用热水泡脚15秒左右，桑拿浴者可以省却。泡脚时可加入泡脚药物或消毒水，以清除足部毒素，让客人擦干双脚，仰卧或靠座位牢靠舒适，并告知不要紧张，将其单脚放在放有毛巾的修脚师双膝盖部或床边开始修脚，将刀具摆放在自己右手容易拿到、顺手又不影响操作的地方，先检查脚指甲是否有毛病，如有者后修。修脚时一般先修指甲，再修脚垫，再修脚缝，最后再修鸡眼、灰指甲等脚病。
偏硬底，手腕灵活，刀法流畅，刀锋运行在表皮上逐渐深入。
挖角缝，力度比较轻，不可用重力。刮角面，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保健按摩的注意事项。一，按摩场所要注意清洁、肃静、通风、温度适宜，所用设备需符合要求。二，按摩者要注意仪表修饰，讲究个人卫生，按摩时要注意体位适当，精力集中，规范操作，文明服务，对体质稍弱者要用力轻缓。三，被按摩者要注意精神放松，适当配合。四，对于年老体弱者，在按摩后要让其在按摩床上休息一会儿。虽然保健按摩广泛用于骨伤、内外、妇儿、五官科等多种疾病，但按摩也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也有禁忌症。在进行按摩施术前，一定要先进行诊断。如果是禁忌症，切莫按摩，避免意外。如果被按摩者有以下几种情况者，不能按摩：一，皮肤破损者不宜按摩，如湿疹、创伤、烧烫伤、开放性创口等。二，有出血性倾向的患者不宜按摩，如恶性贫血、紫斑病、血小板减少等。三，有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患者不宜按摩。四，有严重心脑血管、恶性肿瘤等危重病人不宜按摩。五，骨关节、骨质有疾病者慎用。六，精神病患者慎用。七，妊娠和月经期妇女的腹部、腰部、颌骨等部位慎用。八，身体特别虚弱者、醉酒者、过度疲劳者、过度饥饿者或吃饱饭半小时以内者，皆不宜按摩。九，诊断不明者不宜按摩。保健按摩它操作简单，易学易练，实用性强，因而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。传统医学博大精深，用按摩的方法进行保健，简单方便，行之有效。希望您看过本片，能够对保健按摩有一个系统的了解，并掌握其动作要领及操作步骤，使之成为您或他人的获得健康的有效手段。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对其他按摩技法的介绍。谢谢大家。任泉先生1964年出生于中国十大圣人和太极武术的故乡河南省。黄河水养育了他的中庸、容术、隐忍、睿智的个性。他顺应时代潮流的脉搏，长期潜心于保健按摩教研，点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，精通世界流行的各式保健治疗方法。其代表作《保健按摩大全》是中国保健按摩行业的首部大型专著，正和其他20多套书和光盘畅销海内外，为中国保健行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他先后创造性发明了藏密式保健按摩、缠绕式保健按摩、镇运式保健按摩、脏腑按摩、手道、耳道、足道等
经典而又实用的保健按摩套路。